今天跟女朋友来请教老一辈人的爱情。哟，桃子，快带上，桃子，这是男朋友吧？啊，哎呦，这是真好，哎，真不错。快坐，快坐，坐坐坐，爷。总听桃子说，是吗？今天终于见到你了，这孩子真不错。谢谢奶奶。年轻啊，真好。我和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，也像你们俩一样。这一会儿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头发也白了。这褶也多了，你才不老呢！你看我这些白头发，这才老。奶奶，我最羡慕就是您和爷爷了，印象里面从来都没吵过架。哎呀，听奶奶说啊，能治得了你脾气的人，才是你最爱的人。才不是，别听他瞎说啊，都是我让着他。啊，那才是没有你，才是对方最爱的人呢。是，桃子，你要记着啊，能受得了你脾气的人，才是最爱你的，一定要找个这样的人。这小伙怎么样？懂。那我那我们以后要吵架了。吵架，我肯定让着你呀。再说，我认为我俩不会吵架，吵啥架呢？是吧，爷爷奶奶？也不能。恩博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好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会一直相爱的。我从来不羡慕街头肉吻的情侣，我只羡慕深巷里互相搀扶的老人。最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。而是牵着手，从心动走到白头，最重要的是和你。女朋友送过我一件奇怪的帽子，啥意思？你靠我来。嗯，靠我来。太近了，啊、头低一下。啊，头低。然后呢？不用你吹响，吹给他吹响了。搁这吹呀？啊。哎呦，干嘛？干嘛？我回去服务，这干啥呀？整这一出啊？我就想送一个特殊的礼物给你啊，一百天快乐宝贝。特殊在哪儿呢？没明白啥意思。哨子是一种指令，也是一种象征。象征啥呀？象征着我只唯一偏爱你，我想把我整个人都交予你，钟爱你。服从于你，我想娶你。啊，我要娶你。I say I want to marry you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说我愿意。在这个场合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草率？草率吗？嗯。情话是学的，但我们的爱情是真的，不草率。我愿意。啊。户口本。来，坐，先坐。还有一份惊喜。嗯，你吹下哨子。吹哨子。啊。还有吗？啥声？啥没有？这是我闺蜜。骗女朋友花大价钱买了一个。宝贝，喜欢吗？你买的。我捡的。你捡真的吗？你谁能信？我能信，你说的我都信。喜欢不喜欢？送的我都喜欢。多少钱呢？6万6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等会儿你6万6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呢？包装盒、包装袋呢？老公没有啊。开始装傻。那个鉴定证书呢？老公，这玩意儿还有鉴定证书啊？那你有那个卖你那个电话吗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媳妇，你头发油了是吧？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没生气吧？没生气。玩过火了，好像真生气了。哎。知难而上，继续逗他。等会儿去吃小龙虾吧。走吧。一会儿你到楼下告诉我一声哈，我去接你。OK。别生气，我马上就到。吃小龙虾了。情侣蒙眼大挑战。这是哪儿？再往这边。
没了，往这边摸。这啥呀？你猜。这是哪？猜。学霸，学霸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喜欢。穿好了。没办法，你知道生气了。继续吗？还有，等我一会儿。上啥去？准备。多久啊？两分钟。等会儿整整。准备好了吗？看吧。看吧。闻吧。闻。嗯，香吧。香。不用官方的回答，他的废话。拍拍嘴巴只会把路痴喂吗？来来来来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又咋？香吗？香啊！你干啥呀？香吧，这有十一位，我刚刚用了这个半自由清新树湖水，是不是有更多三十度的？清新半自由，能给我自由？想得美！它是海南集团，作为男士研发的购物品牌，毕竟是要入口的，还是安全可靠一点。那我让你去试试，吃完就放心。舒服水又还冰，那就试试。老师，老师，嗯，好，干嘛？继续。哎呀。那么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朋友。还有这么多女孩子的东西。不是不是不是。还有这么多信。不是信信信，咱就别看了，这毕竟是人家也是我朋友放这的，别看。女朋友吧。那明显是朋友吗？不是他，这是我前女友的东西，我怕你多想。他在你心里意义是什么？我承认我会在心里给他保留一个位置，偶尔走神时会想起他，但绝不是留恋，只是过去的回忆和经历是没法消除的嘛。那我呢？这个日期？曾经我真以为不会再爱了，所以才写了这段话，但没想到遇见你了。好，相信。哎，不是，我他二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把他们整理起来。不是，你要把他们留着啊。南博，今天我们了解了对方的阴暗，揭露了对方的底牌，但以后我们会依然暗，甚至更暗。好。而且，这些以后也是我的底牌。与女友的第一次异地恋生活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为啥拿这么多衣服呀？这都是你必须要带的，你看这是秋裤，嗯，口罩，嗯，还有你必须得吃的药，嗯，袜子，就这些。哎呀，拿错了。这是啥呀，媳妇？啊？哎，不是，怎么上火了？舍不得我？没有，不是。给我瞅瞅那玩意儿呗。那是啥呀？是小甜水吗？你咋这么合适？来。这给叔叔阿姨送的礼物，这不用，钱够，媳妇儿干啥？那你手机没电了，手机没网上咋办？拿着吧，赶紧拿着，我送你下去，快收钱。啊，没事，你就多待几天，多陪陪他们。你不想了？不想，快走！啊，这真不想啊！真不行，走！行，我真走了。咋了，媳妇儿？啊？你把东西落下了？没有，我都带着呢。你把这最重要的东西落下了？啥呀？啊？老公。啊？老公，你把我给扔了。干啥？什么玩意儿？回家。一起回家。要跟我回去啊？啊，走。啊？走。